看女友洗澡时偷偷把她的睡衣换成女服装。Hey, next. Hello, Fernando. 咋的了？你不是疯了？啊？我咋了？骂我啥呀？你睡衣呢？你睡衣？那不台上那个就是你睡衣吗？这是睡衣啊？啊？睡觉不能穿了，快把我衣服给我，这天穿这睡觉都冻腿。冻腿，冻腿好整啊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你把袜子穿上就不冻腿了。拿着。这睡衣啊。啊，正好穿上一套吗？你快点给我好不好，求求你了。不是，你就穿着睡觉呗。哎，行，我给你找去，真服了。雷锋。啊。你找我睡衣了吗？找了呀。给我。没找到吗？你不给我是吧？我现在自己买。嗯，买呗。不是，那我就现在给你买了，你能到吗？你今天你睡厕所？那咋办？你凑凑你穿那个呗，行不？不是，你为啥非得让我穿这个呀？不是，那我就想看你穿嘛。那你看你身材这么好，腿这么长，你穿上肯定比他们穿上好看，是不？那你想看就直说呗，整这么费劲。你出去吧，我现在换。你现在换呢？那你快点啊！出来呀！哎呦，太好看了！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以后你就以后就多穿一点。